第一章第五节，设计让精准决策毫不费力。思考和正确决策之间，有时就隔着一层薄纱，但有时却比牛郎和织女之间的距离还要远。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思考和决策的新视角：归纳法和思维导图。这是我十几年来常用的决策方式。从搜集资料到做出决策，人们依赖比重最大的工具是什么呢？ 怎么判断自己是目标明确且理性的做了一个决定呢？情绪人和理性人最大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性格和喜好影响决策。老张每天都为公司的琐事烦忧，早晚上下班的汇报，隔日一次四十五分钟的部门管理层会议，不定期的到全国各城市、区域中心乃至国外出差，他的大脑不停的运转、计算、决策。 久而久之，他发现有一种方式可以帮他应付这种局面。他在办公室墙上贴了一张便签：周一烦，不宜出行；周二水瓶座宜开会；周三宜批示；周四即签约；周五宜决定大事；周六约会；周日研究投资。细心的同事还能看到他的便签，简直就是万花筒。 哪天利于出行，哪天利于开会，哪天不宜做财务决定，哪天应该买股票，上面均有提示。老张转而用星座家那一套来管理公司，效果似乎不错，部门运转有序，业务蒸蒸日上，他很高兴。但如果用神秘主义的仪式就可以做好这些复杂的决策，那么他之前日夜劳神的认真思考和过去的专业积累又有什么价值呢？丝毫不用怀疑。 人们的性格和喜好影响着思考和决策的方式，这跟结果的正误无关。它展示的是人们对于行为路径不同的设计思路。有的人会说性格决定命运，有的人则相信星座推动运势。幸运的是，他们能看到被性格和喜好所引导的结果。就像老张，他终于甩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再也不用搜肠刮肚的思索分析那些写满数据的工作汇报了。 他只需要假装认真地听一听，然后严格地根据辩监告诉他的准则决定自己的行程、签字和批准汇报的时间就行了。至于对错，他现在还没有尝到苦果。思考什么才是决策，让他头疼。而且他对辩监没有告诉他的问题毫无兴致。总而言之，在解释每个人的表现时，可以找到很多主观的标签给他贴上，而你我又何尝不是这么主观地判定日常大小事宜呢？ 宁愿相信一张星座卡，也不愿意听从理性的指导。科技社会创造了如此冗杂的信息，每日扑面而来，影响决策的因素实在太多了。人们迫切的需要帮手和心理安慰，于是决策渐渐变成了一种神秘主义。比如，供在许多企业家办公室里的财神爷、关公的雕塑，常年香火不断，他们起到了暗示和安慰的作用。 书店里琳琅满目的星座和管理书籍告诉读者，这是属于星座家和管理家并排演出的时代。我并不认为读者能从专门教授你思考技巧的专家那里学到快速解决问题的本领，因为用一二三四的排比句诱导读者亦步亦趋的思考，专家并不是那么靠谱。什么才是决策？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对决策存有误解。 以为思考了的就是正确的决策，其实这是双重谬论。我在搜集世界五百强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的历史资料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数据：百分之六十七的人经过三十分钟以上的慎重思考而做出的决定，其正确率却比不上只思考五分钟就做出的决定。首先，我们要明确，正确率指的是事情发展到最后阶段接近或实现目标的比例。思考的时间越长。 误导决策偏离轨道的因素就会越来越多的被采纳。决策不是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而是做出最接近正确的决定。但人们常把前者视为决策，而把后者视为错误。在第六章中，我打算从另一个角度来和读者一起讨论决策这件事即观察事情的视角不同，决策就会不同。即使对同一件事，人们的行为表现也有可能截然相反。 而思考的深度不一样，看待事情的视角也会大有区别。人们在现实中通常会以两种模式来思考问题并做出决策：第一种是基于本能的欲望做决策，并采取相应的行动；第二种则是基于自我设定的目标进行决策。怎么区分两者的差异呢？举个例子，肖亮兴冲冲地带着一位好久未见的老朋友去一家自助餐厅用餐，他们见什么好吃拿什么。 一直吃到餐厅打烊，买单时他们都忘记吃过了什么。更为糟糕的是，老朋友因为吃的太多太杂而闹起了肚子。老朋友原本只想找个地方吃点便饭，好好聊聊，却在肖亮的热情招待下住进了医院，打了两天点滴。肖亮和老朋友大吃大喝的行为，就是因为本能的欲望而制定的决策。面对无数的美食，他和老朋友的本能驱使他们想吃哪一种食物就吃哪一种。 根本不考虑忌口，不能吃辣，不能吃冷，不能吃生海鲜等等。换一种思维模式，假如肖亮在利用自我设定的目标指导自己的决策和行为时，运用了归纳法和思维导图，他就不会任由食欲来支配自己。肖亮可以先定一个有效的目标，和老朋友吃一顿健康的饭。这顿饭既能彰显两人的友谊，又能满足自己的食欲，吃完身体舒服还有营养。 在这个目标的指导下，面对任何美食的时候，销量都能理性的思考是否符合自己设定的目标。也许最终只吃了一碗面，或者仅吃了一盘蔬菜，两人也很满足。这个过程中，理性的思考和明智的选择达成了目标，而不是任由本能在大脑中跳舞。思考和正确决策之间，有时就隔着一层薄纱，但有时却比牛郎和织女之间的距离还要远。 距离不是取决于眼光，而是取决于内在的认知。回到开头时提到的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情绪化的思考，第二种是理性的思考。情绪人和理性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对待决策和行为的方式不同。情绪人容易被自己的情绪本能控制，没有准确的目标，自然就没有精准的决策。更确切地说，这一部分人对于思考的要求是越懒越好，越爽越好。 呈现出情绪化、放纵化和发泄化的特点。理性人则服从于自己的理性思维，冷静地面对外界的信息，形成能力成长的反馈闭环。在任何重要价值的交换中，理性人都能清醒地告诫自己：思考、决策和行为的目的是优化价值交换，而非本能的宣泄。无论如何，至少需要学会换一个视角来思考和制定决策。 尤其是当我们习惯了情绪化和冲动时，更要懂得自我复位，重新设定决策模式。我们不妨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一个经常被本能控制的人，还是一个以理性为导向的人呢？